表姐，代志查了安怎？目前还没消息啦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二哥一定会找到，甲过去代志补个清楚。万一超龙被人查出来，是无后援助输家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啦？这背后一定要搞总监，表姐甲陆克，因两个拢伫咱公司上班，无得靠模仿咱公司产品的代志，嘛甲伊有关的哦。好，陆克，我两公斤抓到，你别跟侬讲，这所有一切都是你引起的。我拄仔看了足清楚的，你确实想要把我的呼吸线拔起，你无这样大的风险要把我拔起，你表示讲你惊我把莫妮卡甲陆克关系讲出。你讲你去比对结果条件符合，会当甲官关容易消防哦。只要有人愿意关官救消防，我手内大业集团的股份都无条件送予伊。免考虑啊啦，当然嘛免去管，你是叫少强叫叶少峰。啊，你去病院做好检查了后，爱记得去处理莫妮卡的代志。啊，表姐，代志查了安怎？目前还没消息啦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二哥一定会找到，甲过去代志补个清楚。万一超龙被人查出来，是无后援助输家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我答应你百万就一百万，啊，不过你爱给我时间总结。啊，你不是中老派的，你不是讲无人会在伤害你？时间总结，啊，你小弟啊，你敢会当去给我一点仔时间总结？我会在上短时间找到那凶手，再想去报仇。你嘛爱答应我，摕到钱了就来掌握手，走路唔如何，袂当给人知影咱的秘密。哎，我甲二哥拢感觉，这背后一定要搞总监。表姐甲陆克，因两个拢伫咱公司上班，无得靠模仿咱公司产品的代志，嘛甲伊有关的哦。好，陆克，我两公斤抓到，你别跟侬讲，这所有一切都是你引起的。我拄仔看了足清楚的，你确实想要把我的呼吸线拔起，你无这样大的风险要把我拔起，你表示讲你惊我甲莫妮卡甲陆克关系讲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